一车为一个车厢为一个为主，好，我们一共分为五组。那我们高雄机场会派五位专业导览员，针对每一个车厢啊来导览，来带领我们每一个车厢一组每一组的人员进高雄机场做巡演，也会帮我们做专业的解说。所以麻烦各位贵宾，待会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。
比你好。本列车哈，高雄机场播出的时间是10:55。因为我们为了要提早就是上车，可以麻烦各位贵宾在10:45左右就可以回到。